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木块2公斤啊，施力啊，给它施力，使木块等加速度等加速度 a 是等于1公尺每秒，上升1公尺啊。那么他问这个施力作用多少？它这个重力加速度g 是等于9.8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我把对象定在这里嘛，那你提起来以后的话，就一个外力，还有一个重力嘛，F 减掉多少？重力是 mg 嘛，它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 ma 嘛，所以我就晓得F 等于多少呢？mg 加 a 啊，那 m 的话是2公斤嘛，g 是9.8嘛。加一，这是10.8嘛，9.8加一要10.8乘以2，2816嘛，21.6牛顿。然后呢，提升1公尺嘛，做了功 W 的 F 呢 H 嘛，就是 F 21.6。乘以多少？乘以1公尺啊，单位是焦耳，所以是21.6焦耳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D。